下次见面很快很快啊，不会让你等4年好吗？嗯，最后一首歌，其实在排歌单的时候我就想说，整个巡回的最后一首要给谁，因为就有点像那种压轴登场，然后是在心中是很重要的一首歌的位置。这首歌也是在这次 EP 里面，然后对外的讲法都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跟17岁的自己沟通，跟年轻的自己要一点勇气。可是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人生会遇到太多没有办法用勇气去承受的事情，包括生离死别，包括很多你没有办法扭转的事实。以前我们有一群朋友，一群同学一起长大，这首歌真的是要献给他的，因为其实对我而言，17岁应该是一个阶段，就是你好像懵懵懂懂，可是你又很有勇气，你不知道什么叫害怕，除非你遇到一些你没有经历过的事情，包括死亡。我看过一本书，他说我们人生下来眼神都是很清澈很纯粹的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悲痛，但是一旦当你经历了死亡，你看这个世界的眼神就会完全不一样，你没有办法再很无畏无惧地接受每一个意外，或是每一个不在自己心中所想象的那些事实。但是这就是长大，我们好像也无能为力。那时候我就好害怕长大，我想说天哪，这样子人的一生要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难过，要经历多少的悲伤才可以变成一个大人。可是不知不觉我也就长大了。我相信大家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那我们会有自己的一套保护机制去面对生老病死，去面对悲欢离合。想要跟17岁的我们借点勇气，让我们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未来所有的悲伤跟困难。希望我们可以带着17岁的自己走到更远的地方。最后要跟大家分享 Seventeen。记得那时的空气，刚刚下过雨，有淡淡的忧郁，掺杂着树叶的香气。我记得那时候的你，傻傻的孩子气 ，When you were seventeen。我记得那时。阶梯是很远的距离，却总在半路绕过去，假装与你相遇。我记得那时候的你，看见眼中的自己 ，When you were seventeen，and I'm still here，and I'm still here。空气中一样的忧郁，用同一
记得那时的阶梯，是甘愿的距离，却总在半路绕过去，假装与你相遇。我记得那时候的你，看见眼中的自己。想都没想过，巡回音乐会台东场，谢谢你们，下次见。下课喽！再次谢谢林立新带来的演出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，大家离开时请将空杯空瓶随手放到吧台的侧边。吧台的最后点单时间到10:30，那若是有吃完外食剩下垃圾，也请帮我们丢到厕所前面的分类垃圾桶，也不要忘记自己最重要的随身物品。那如果还有需要购买林立新的周边商品以及 EP， 可以到最右边的座位购买。那等一下林立新休息完之后会出来为大家签名及拍照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。